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彩盈。今天请到轮源投顾张大文张大师，老师好。彩盈好，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恭喜台股又重返了万点了，是否我们过年可以爆股的信心又大增了呢？哦，助攻。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一个观念啊，不管有没有上万点，都要爆股过年。永远你要了解你手中的股票未来的成长性如何。没错，是不是未来产业的主流？对，未来有没有营收获利爆发成长的这样一个条件？这样一个商机啊，所以这也是华伦巴菲特常常讲的。那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华伦巴菲特常常讲一句话。以前我年轻到华尔街的时候，刚听我很纳闷，他说他从来不买股票。我听到愣住了，你怎么不买股票？你不就是股？对啊，他就是股神哎。就后来才了解，他买的不是股票，我们投资人都是买股票。对。哇，宏达电涨到1000多，买股票，宏达电1300跌到340，对不对？去年国巨1300，哇，买股票1300跌到200。对。所以华伦巴菲特他不会犯这样错误，为什么他讲他不买股票？他甚至不接触华尔街，不听报价。那买什么呢？他说他常常去逛超市，逛大卖场，他看什么东西卖的最好，什么东西销路最好，消费者最热烈的采购，对，那这家公司营收获利一定会成长吗？没错，所以他说他买的是产业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观念。对，好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常常一再跟大家讲，股市获利的关键，当然第一，掌握趋势。没错，到底是多头空头，这个你要搞清楚。如果是空头结构，那好股坏股通通要跌。对，那如果是多头趋势的话，再来你要买什么股票重压，我一再讲的主流嘛。没错，你不要说股票一摊开，很多投资人来找我，手中摊开30-50档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杂货店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卖，就是这个，对，从上到下，哇，通通有。对，我说你这样怎么会赚钱？主流是什么？就像我们从去年封关的时候，我们一再跟大家讲，我们全国投资人持股只有一种，就是5G 嘛。对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年开春之后，行情涨600点，但是我们去年的5G 光环从23涨到39嘛。对，对不对？稳茂啊，这个从80涨到150，都快一倍了。对，好，我们先看趋势啊，从1月4号当时崩盘破底。9319，我们已经规划这个行情，5G 主流攻万点，我把这个八字都算好了，是攻万点的行情结构，但是是5G 主流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从9300、9400、9500一路啊，为什么做多了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今年年初 Fed 对不对？转割，暂缓升息，没错，那这个国际资金就宽松了，那国际资金，美国暂缓升息，国际资金就会撤出美国，对，因为它不升息了，它的要寻求更高的利益，资金会转向什么？亚洲嘛，对，好，那费的这个暂缓升息也好，再来中美贸易已经怎么打仗打了这个把好几个月了，暂时休兵，甚至1月底要开始有好的协议了，对，但结论怎么样？还是不知道了，但最起码打架打久了也累嘛，到旁边喝个水，好啦，休息了，这个暂缓，这个中间就有空间，对，所以我说台股会攻万点，但是5G是主流。来，我们再看下对不对？昨天已经是10000点了，这个已经大家亲眼看到，对，来再来 next，OK， 再来跟你谈5G 的商机创造5000多亿的商机，再来我们送给大家新春期小福，有没有？封关前送给你，大家自己看。第一档光环，第二档金星科，是 5G AI 处理器，第三档什么稳茂，5G PA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年这三档股票，光环从23碰到哪里啊？39，阿莱 Kiva 这快70%了，对，是不是100万送你70万？看我们节目午后康哦，再来下一档金星科有没有 5G AI 处理器？联发科转投资，从60多攻到多少？100亿 ，KWZ 60%，这100万就60万嘞。那金星科对不对？那上礼拜拉回90多块，再买。你看看今天是不是有准备要大涨，对不对？又往上了，又100多了。
好，再来跟大家讲五 G PA， 有没有功率放大器？以前在三 G、四 G 的时候，一个手机 PA 只用个位数，将来五 G 的时候，好好记住这句话，是张老师跟你讲，事先第一个跟你讲 ，PA 要用到16颗以上，是不是一倍的成长？那将来智慧型手机几十亿只，你看看文茂商机要爆发多大？对呀、啊。所以从80多块叫你捡便宜，阿内 K 瓦在，老婆下一张看一下。昨天156啊，哇，哎，100万就80万呢、欸，对啊，所以赚钱你要掌握主流，然后事前的布局。好，听清楚，所有错过稳茂大涨80%的，来稳茂第二机会来了，嗯，好不好？事业有成啊，男人要有事业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女人要稳茂，当时我跟你讲的，温厚的探个冒险，有无？是不是稳茂？有。那错过稳茂涨80%的，这档稳茂第二。无论如何，千拜托半万托，你想赚钱，错过稳茂涨80%，稳茂第二，你怎么能再错过呢？嗯，它的结构形态跟稳茂啊、一样，都是打了3个月的大底，好不好？那第四季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嗯，那想得到稳茂第二的一手讯息的，你赶快加入我的 LINE， 好不好？嗯、我的 LINE King518 啊，跟着我们一起发。你立刻加入我们的 King518， 你就可以得到稳茂第二第一手的讯息。想知道更多关于5G 商机的更多最新消息的话，一定要赶快加入大文老师的 Light 财经纪元室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